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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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有声音了。啊，可是带着老百姓一起走，刘备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个家伙很受百姓的仰慕，不会是雄才大略的人。啊，但是带百姓一起逃跑，太愚蠢了。好，我前进。啊，怎么要GG了？哦，没有啊，刚硬挑了一下。哎，这。但我也有事嘛。来了。啊，GG啊。啊，这个死了，吓死了。一个三桶，啊，这火龙一点都不威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哎，忘了给他补血。先这样吧。把石油我卖好了。
妈呀 ！8， 我 my god， 靠，翻到死角了。敌人队死了，啊，糟糕糟糕，IJ 啊，对，哎，竟然忘了。
看来还是要卡桥，是不是？觉得可能要卡桥了，然后就再来一次吧。先等一下，失败了。啊，被发现了。
很被放生，怎么了？全系的很多个字代表刘备的政治渲染力真的很猛。哎，这糟糕，糟糕人！啊，GG，接应！哎呀，疼要死！都怪那民众走得太慢打交了。还是要交出赤兔吧。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哇，挡不住了！啊，你俩快撤退！哎，这还是很可怕。哇靠，这有够痛的。
法，就是搞不好又要重新玩。GG。哦，还是重新玩好了。IJ， 还有那首诗啊。三桶啊，把一起赶去那个村子。有点困难。哎，失败了，GG。
应该打过。差一点。这样吧。啊，学会大回龙了。哎、欸，糟糕！哎、欸，哇，遭被一个狙击呢！哇，这超头痛了。哎！Thank you.
这也不能吃太多了，应该都吃。哎，刚才干什么？哎，刚才干什么？哇，只好吃了冰棒来解解闷了。这个大卡关也GG。真假？回去买炸弹。嗯，我只要把玉兔平民就好了。哇，可是平民走超慢的。他不小心挡住那个村民，好不好？
哇，这一个难打嘞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你们先占村子，村子啊！过去就赶快过去吧。是。哎呀，死啊死啊死啊！这啊死啊死！哎，干嘛？赶快逃走！应该 OK 了。哇，那边要 DG 啊！
看来只好牺牲一下官兵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女主没有练强一点，她等级越高，恢复的那个策略值会越高吗？哎。总算我们撑到这里了。每十级恢复策略多一啊，真的假的？哇，真的好骨灰啊。对。哇，成功了。现在要慢慢练的。我们组旁边要站满人，真的假的？哦、OK 好，就这样吧。有一大火龙啊！想要调整一下行军。哎，失败了。
先这样吧。那打到几回合了？哎，70回合，天哪！原来可以打那么久。现在真的没有法力了。我先这样吧。哎，曹操，等的就是你了，靠呀！哇塞！太扯了。下一关有触发单挑拿武器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这样吧。是谁单挑谁啊？哎，这超痛的。哎，这士气有点糟糕啊。赵云跟夏侯，哦，还好赵云没有死。
哪里喝死啊？一直失败呢。到底要怎么打？好混乱的。哎靠呀！
失败。一般才是长板坡，那之前有一条很长的小石吗？不知道，我也太久忘了，我也太久忘掉了。AJ， 张飞比我想象还要嫩，更加混乱。啊，天哪！反正我们打到七十回就对了。打到七十回合，打到七十回合吧。好像打不到七十回合，继续。七十回合是两关的样子啊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那就尽量吧。他要快死救你哎，姐姐。
让朋友差点死掉了。卖啥用的？把这二贼打趴了。哎，曹操是有带玉玺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啊，只能用四的那个机翼。哎，张飞的气息越来越少了。侠义精神干嘛？四季有宽工房的。哇，先激励一下自己。哇靠，然后
侠义精神是干嘛的？可以转换成义贼，变义贼了。天哪！好，这贼真是，还是先把他打死，算一算。回合可能不够，真的吗？把它等到35回合再说欸。好吧，不然就先这样吧。哪招啊？哎，张飞死掉了 ，GG。啊，米祖也死掉了 ，GG。哎，哇，这一定要把他杀了。还追不上，不能让刘备逃掉，继续追，逃对面了，没有，还会追，马上还会追来的。我只是逃脱，这只是摆脱曹操的一个方法。我们快去江夏吧。我靠！再往前走一回就看到长江了。我们要把百姓带到渡口，到那里就有船了。哎，先休息一下。这个完蛋了！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不习惯？夏侯恩在哪？哦，在这，稍微注意一下。那不是
趁我不破敌人人物的时候，快追！旁观长官要重打 ，GG， 原来是这样。九。我想个办法。哈，前进，哇，这有点喝。哎 ，J， 哇，我也不信。哎 ，J， 糟糕了。哦，才我觉得有点难打。哇，先让诸葛亮谈一下。哎，靠！天下雨，那主要是那个夏侯恩啊。糟糕！那怎么打？啊，早牺牲一下。哎，夏侯恩，靠呀！我打都拿不到那青钢剑。
想到我的青康县下辈子。哎，看能不能挡一下。是怎样啊？没有道具，大便。你拔掉，拔掉什么？哎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靠腰。如果下文走三路，靠！哎，不要，拿不到就算了，啊、是吗？哎，还走三路啊？哎、欸，自己，糟糕，混蛋，靠呀！GG，啊啊，快走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靠呀！大便了。哎，青钢剑啊！他妈的！啊，总算逃出来了。那这里从上面就差点没办法追了。第二赛不是也能给他青钢剑了？GG。啊，那个我赶快快乘船去江夏吧。靠，这个关玩了多久啊？哎，刘备已经摆脱了曹操剑的追击。哎，是是是。可以买什么？哎，什么都不能买。我晚上可以关了。哇，真是好险！啊，叔叔你好，叔叔，欢迎，恭喜你平安到达。啊，兄长，恭喜你平安到达。没人派出援军，很抱歉。靠，都是你、啊。所以刘琦公子在这里迎接兄长的到来。啊，先见面，先跟刘琦公子谈一谈。刘备在这里迎接你，啊，到这里就安全了。哇，也太久了，啊，长途跋涉到这里一定很辛苦吧？啊，暂时在这某求东山再起吧。刘琦，谢谢啦。哪里？想想你们以前对我的帮助，这点事算得了什么？嗯，是谁？啊，打扰了。现在东吴派使者来吊什么？吊唁吗？这个你这是念什么？啊，怎么办？什么？东吴使者？哎，东吴派使者来调查。哎，东吴与我一向不合，怎么会？啊，先叫使者进来吧。啊，是。啊，出事得见公子，我叫鲁肃。好，先存档一下。哎。啊，现在说来调查有点奇怪、啊，如果是吊丧。应该早一点，更早一点来。我印象与东吴一向不合，现在为什么？
啊，动物使者实在有什么事啊？啊，主公也不用担心啊，就是东吴相曹操，主公探听曹操军情来了，我有一计。是刘备啊，有闻皇叔大名，今有幸相见，是为啊，是为欣慰。不过听说皇叔最近正与曹操会战，新三国里面对刘琦的帮助也是很棒啊。啊，能否告诉我一些曹操军情？曹操实际上有多少兵马？这个由我来回答吧。你是啊，对，是孔明啊。啊，你是孔明啊，久仰先生大名，只是相见深感荣幸啊。对了，这是个好机会啊。先生的哥哥又在东吴，能不能去一次东吴？啊，这也是我正我哎、欸，这也是、欸、正是我所希望的。我将很快去东吴。啊，谢谢，请你能尽快去，我告辞啊。哇，真的是吊唁啊。孔明，你对鲁肃说的那样的话，难道你真的要去吗？啊，请放心，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抗拒曹操的只有孙权。我去东吴，并叫孙权和曹操相争。可是我听说东吴有很多谋臣啊，万一军事有什么不测啊？啊，关羽不必担心啊，主公我一定说服孙权。那么告辞啊。那孔明先生真的不会有事吗？不知道啊，不过孙权这被说服的话，我们才得以喘息啊。现在我们未来大业也只有寄望孔明一世啊。啊，诸葛亮东渡吴国，来说服孙权，在吴国组合派占了上风，但诸葛亮说服了吴国军师周瑜，吴国掌握军权的周瑜成了主战派。如此吴国的是战是和的态度便确定了下来。啊，曹操军和孙权军在赤壁对峙。啊，曹操派周瑜的旧友孙权，蒋前是谁啊？不是蒋干吗？蒋干啊，去算计周瑜。欸，这个他这个是在避讳那个干字啊。啊，但被周瑜识破了。周瑜反过来给曹操设下圈套，利用骨肉计成功瞒过了曹操。啊，于是设骨肉计挨打了黄盖，黄盖火烧曹操军。曹操水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啊，另外使用火计还留下了诸葛亮借东风的佳话。好，赤壁之战就这样跳过了。哦，啊，曹操受到吴国吴军顽强的追击，按刘备军按诸葛亮的命令，在退路的要塞，处步兵穷追曹操，只把守退路最后要塞之处，关羽放走了曹操，曹操九死一生才脱身逃往荆州。曹操死战一败涂地，这就是所谓的赤壁之战。快要这样就跳过了。好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三章了。好，相当意思听。哎，可恨的刘备，可恨的孙权。啊，这个耻辱一定要加倍奉还，一定要加倍奉还，一定要加倍奉还。啊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。啊，主公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好，先跑回许昌。曹仁，任命你镇守江陵，你一定要死守江陵，知道吗？明白了吗？啊，遵命。啊，夏侯惇，你去守襄阳城。啊，遵命。啊，曹操为了重振军队，返回许昌，啊，已经成为曹操领地的荆州由曹仁、夏侯惇镇守。曹操离开后，荆州成为刘备和孙权争夺的目标。武功殿，啊，曹操军在赤壁之战打了败仗，已经很疲倦了，而我军打了胜仗，士气高涨。是啊，现在正好收复荆州，周瑜愿意担任主帅进攻将领。啊，这边已经完成任务。啊，孙权命令周瑜攻克荆州，孙权夺取荆州的长年愿望终于即将实现。这以后，周瑜和曹仁在江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
江夏一史而已。好，那个，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。那，大家的看台啊，好，谢谢收看。哇，超多人的。